你以为这个乌漆抹黑的箱子真的可以凭空变出一只野生的奥特曼，还有一只野生的蜘蛛侠吗？其实它的秘密在这个箱子上有一根绳子，绳子连接着一面镜子，奥特曼和蜘蛛侠藏在镜子背后了，松开绳子他们就变出来了。你又以为把这个可乐瓶的拉环给它拔掉真的可以让它瞬间复原吗？其实它的秘密在这个拉环上，装了一块磁铁提前藏在瓶子里面，刚才拔下来的拉环还在瓶子底下。你是否以为这只火把真的可以瞬间变成一朵玫瑰花？其实刚才的火把还在这朵花朵的花心里面，花朵藏在手心里面往上推，花就变出来了。你以为把这朵花给它摘掉之后真的可以重新长出一朵吗？其实这朵花上面装了一根弹力绳，松开手花就变回来了。你又以为这条丝巾真的穿越了杆子跑到后面去了吗？其实丝巾上绑了一个收缩器，松开手丝巾瞬间绕过去了。